好了，这边阿达，那么今天是来美国第六天，今天是被带来海边。好了，他们来这边只是来拍照而已，所以说今天大概也不会有什么事情，同样也只是日常而已吧，大概。那么看一下，对，还在拍，还在拍照。看看海边，一个，这只是一个极日常而已，没关系，第六天一样日常，棒。等下再说吧，如果后面还有的话，可能还会再放，没有的话就直接结束，然后就这样，拜拜。